办呢？观众朋友午安，欢迎下午的两点四十分收看《九四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今天台股呢开低，而且一度破了15600，但是呢后来这个在生医还有碳权概念股的买盘进驻之下呢，中场是上涨23点，收在15626。不过关键来了，在成交量能上面出现了一个蛮萎缩的量，因为比上个礼拜五大概少了800亿左右，来到1766.3亿这样的量能，上涨量缩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同时我们看到盘面上的这个夯焦点从这个之前的重电到军工，到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碳权概念股，真的要看碳权吗？接下来这么夯的碳权未来又要怎么看？那之前被套牢的这些电子股的朋友们接下来又要怎么样操作呢？赶快欢迎到我们的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今天好，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午安。是老师之前一直跟我们提醒到，其实财报的危机要特别去注意，对不对？那现在刚好就在这个时刻，可是大家从这个讨论话题焦点从这之前的重点到军工，到现在开始夯这个碳权概念股了，这样是对的吗？会不会又有点开始过热呢？我想其实你说碳权这边会不会过热，我记得在上礼拜跟投资人讲过了，整个这边你再去做追加的话就是很简单嘛。如果你说这一波指标过，上礼拜跟大家就是说看1905的华子，那华子已经连续3天的涨停板，那其实就是话又回过来我们之前在谈的所谓的一些军工股一样嘛。如果连涨3天，你今天去追它，你就是在赌明天继续涨，赌第四根嘛。那第四根真的运气好让你赌到，你要再赌第五根吗？那我相信其实你从整个最近的一个类股族群一个轮动性，你就很清楚知道它是很快速的。但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最怕就是你过度去追高，你就容易套牢。好，那我想其实刚刚静静告诉大家，你看从之前全市场最热的，不是在过去这一两个月叫做电子，啊，电子让你追，让你玩，让你怎么样炒题材，炒到最后炒不动了。炒不动的，很多人就高档就套了一大堆人，甚至套了一堆法人都在里面的。好，那电子股套完了，开始轮到什么？好，前两个礼拜前大家都在跟你讲所谓的军工重电，那军工重电好炒上去的也爆了很大的一个成交量出来，那爆那么大的一个成交量出来，结果就算说今天当然说军工重电有做反弹上来过程当中，可是你说如果说回过来刚刚晶晶所讲的，为什么成交量做个比较明显萎缩的动作，我想这个量缩在哪边？第一个叫做电子，因为电子股为什么量缩？大部分追高的人套牢，已经没有那个多余的钱再去买，对，甚至你就算有钱你也不敢再追了，再去买电子，因为你会发觉过去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大概一半以上的电子股你是怎么买你几乎怎么套，怎么套，对，怎么买让你套，就套到你不敢，你会怕，你不敢买电子股。那你说那电子股第一个是手上很多人套牢不敢买，那第二所以这样说，第二个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密集公布所谓的第一季的财报，那从整个我们之前一直跟投资者讲的第一季的财报不会好，对，所以从整个之前所公布的一个四月初公布完三月营收之后就很清楚知道电子股第一季财报大多数不好，那再加上最近的你说从整个台积电大力光也好都跟你开出来是说下修整个第二季的财测，对不对？那下修第二季甚至全年的财测计划之下，现在接下来第二季又是电子股的一个淡季，所以等于说现阶段整个盘面上因为电子股的亮点变少的，那电子股又是占最大盘成交比重最重的一个族群，好，那电子股套牢的多，然后再加上怎么样，好，大家在观望它一个财报，所以量会缩。第二个量缩在哪边？因为刚刚讲嘛，上礼拜之前是军工跟军工重电，还有所谓的一个重电爆量。那你看今天军工重电虽然有反弹弹上来，如我们在上礼拜我跟大家讲嘛，回撤支撑它一定会反弹。对，那这个反弹可是也看得出来，量现在已经没有像先前的那么大，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大盘的一个量缩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说今天唯一量放的比较大的，叫做碳权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股的部分，但是你说行情你要看多头要看碳权吗？行情你要看碳权吗？请问碳权你有几只股票？华子再给你搭个几根涨停板，请问带得动大盘加权指数上攻吗？而且今天已经爆巨量了，对，而且我是觉得说其实他们占的个股少，那就是顶多是个股一个题材一个族群的一个零星的一个题材一个表现，你要靠碳权概念股带动大盘指数上攻吗？他又不是全职，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吧。
对不对？你说连带军工重电都没办法的，那只是说大型的股票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哈，整个你要说多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少数的火种，或者说所谓一个短期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资金的避风港嘛。那我就很简单问大家了，如果哪一天电子股回稳，你还要再追碳权吗？你还在追那些子类股吗？如果哪一天电子股落底了回稳了，电子股跌升反弹的，你还会去追子类股吗？不会啊，这就是法人还会去追吗？市场还会再去跟你谈那些碳权吗？不会吗？那你现在为什么人家跟你谈那些整个市场的很多的专家报章媒体杂志要跟你谈碳权，第一个报章媒体杂志谈碳权为了博取所谓的收视率嘛，对，网络达人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些东西？因为要博取所谓的什么点阅率，因为现在正夯啊，对，那为什么大多数专家跟你谈到这些啊？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嘛。我刚才讲的白一点就是这样啊，啊，上礼拜不跟你讲军工，不跟你讲中电，他怎么收会员？一个月前不跟你讲台办，不跟你讲创意，不跟你讲智源，甚至联电、台积电，他怎么收会员？但是你会发觉，当这些热门的族群，大家讲完了，一个个套住了，讲完了，除非你是买在低档的，你赚到钱，恭喜你。是，你只要看到整个大部分报上面一直他是在推荐的，你去追高，最后的结果对，是符合我们所讲的。你只要短线追高有赚不跑，你就准备住踏房。好，所以我是觉得整个碳权这边，我个人是比较不想花太多的精神去分析、注意这些股票。我的个人看法说，买矮人愿意去赔，你要你去追，赚到钱我恭喜你，但是你哪天万一不小心被套到，那就看你自己就看着办了。对呀、啊，不要挨哦。对，你就到时候来找你自己就看着办，王老师求救。你看着办的过程当中，到时候你是要含泪停损出场，还是你要怎样被套着一段时间，甚至可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不知道，对不对？你就自己看着办嘛。对不对？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很多股票都提醒大家的。好，那回过来这个题外话讲完之后，我想第一个大盘指数如我们上礼拜所预期的嘛，我说上礼拜我跟你讲说，你看那个是融资，融资果然如我所跟你讲的，减了24亿，我会跟你提，那就代表一定会有所变化。其实这个说有些投资朋友就问我说，宪杰老师，你看那礼拜五晚上融资一公布减了24亿，就有人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今天要融资会减？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开股票市场20几年的一个专业跟经验。就跟人家说融资一定会减。那你看融资减的过程当中，今天台股早盘就算要开低，跌了几十点，有没有尾盘给你拉上来？是。好，那整个今天尾盘拉上来，季线真的守得住吗？所以财报的危机，那你说这个报，现在是例如有没有打错字？财报的报好像不是报。我刚刚还在问老师。我跟你讲，我今天为什么刻意用这个字？那就代表财报的利空怎么样？这个连环爆，财报的地雷股会连环爆吗？现在正是都还没有爆完了没有？还没爆完。对啊，财报地雷股这些利空爆完了没？对，不要台积电利空出来。台积电，你看今天不管是收盘或者盘中低点，是都是创了开红盘新低。对不对？上礼拜同心店爆个财报，股价跳水，中挫跌停，盘中跌停板。对不对？那你说财报利空危机真的解除了吗？好，季线这不是真的守得住吗？我想我待会还是我会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那再来就是你看我刚刚讲嘛，很多之前热门电池股，对，台办创意、智源、联电，你有这些股票该怎么办？我想这些股票里面你会发觉，就算今天大盘指数涨了23点，为什么大多数的投资朋友笑不出来？对不对？因为很多人之前会不会去买台办？台办今天破底，对不对？有没有很多人之前在买所谓的聊天机器人概念股？对，那些所谓的 IC 设计，对不对？创意股价现在是濒临季线的保卫战，那濒临季线保卫战是代表是，如果平均而言，整体而言，最近这两三个月买它的，我叹寂寞，没有套牢。对，智源今天长黑破底，对，联电今天破底，对不对？那代表，所以我为什么说，为什么刚刚金经理所提到量会说，对啊，投资嘛，心在淌血啊，难过啊，啊，高表是破底啊，对啊，对，之前一两个月前追的电子股都套牢赔钱啊，那你说你今天碳权涨停，那个什么华指涨停板，你有什么行的？你要追多少钱？你赚多少钱？对不？对啊，你现在在追那些人家只是在帮人家锁涨停板，追那些股票，可是你这些股票你要赚钱吗？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些股票该怎么办？
好，我们待会在节目上再探讨。我想你会发觉我不会为了做生意收会员每天叫你去追短线强势股或是帮人家锁涨停板，那锦上添花的事情留给那些商业的专家来做就好的，啊，做生意的专家来做就好。我会比较针对你手上的套牢股票，啊，来跟你做分析，甚至之前在高档我就提醒你要小心。那军工股跟中电股今天，啊，反弹上来，啊，是要破段上攻的吗？啊，我会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那整个第一季的财报利空出尽，要找买点的电子股，我觉得这才重点。嗯，这就是我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一直跟投资者说特别特别强调的，不要到时候买点到的，我要带走家族成员，我要带走的粉丝团好友们，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Lights 粉丝团好友们，我们要进场捡便宜的时候，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没有钱了，你只剩下满手追高套牢股票，从过完年之后从电子股好套完换套重电或者军工，嗯，好，啊，电子套到重电军工还不打紧，你不要过去未来这几天要准备套所谓的子类股碳权概念股，真的不要这样子做。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真的到最后真的底部到了低档到的，你会完全没有现金可以买股票，那真的很可惜。好，不要历史一再的再重演。可是投资哈，我们说很多的专家或者很多都说不要老是再犯同样错误，对不对？好，那你说早买点的电子股，我想倒数就是在计时的，毕竟今天已经4月14号了，现在距离所谓的第一季的财报要完全公布剩下3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但是我讲的剩下3个礼拜也不会所有的上市柜公司都在5月中旬才公布财报，对，好的公司财报公布我们就随时买，比方说我们在锁定的一档电子股这礼拜要开法说会，那这礼拜开法说会代表什么意思？开完我就叫你买，啊，法说会开完我就利空出来我一定带你捡便宜。好，所以如果你要买股票，投资朋友们不要在那边杀进追高杀低追逐那种短线强势股，搞了半天你到现在没赚钱真的很可惜，做得很辛苦有赚钱还没关系，对不对？那做得很辛苦做得很紧张兮兮但追高杀低换来的是满手套的股票，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嗯，好，这是我个人看法。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过去的讲的我都不再重复的了，哦，至少你都知道对了，哦，3000点的一个连线3000点终极大反弹行情，啊，到整个过完年之后告诉你就是整理盘了，嗯，然后混上去还是下来的。好，那下来今天稍微做反弹，我个人看法我本来是要硬图的，但是想一想也不用硬了，因为就跟上礼拜五讲的都是大同小异嘛，嗯，短线最好走势就是季线上下反弹嘛，啊，这里来到季线上下做反弹合理正常，但是反弹最好顶多我又讲弹上来顶多这边盘，哦，你不要说哦今天止稳，哦，一反弹就以为怎么样又要上去，那大概看到欧亚特别亏钱，对吧？不要每次大盘只要一收红，就又以为要波段大涨的，对不对？哦，那你这次短线震荡我也讲过，但是这个短线震荡过程当中接下来你要借记中长黑或跳空破期线，哦，因为一旦这个盘正式中长黑或跳空破期线，那我会告诉你哦，这里杀了一波大概杀了400-500点下去，万一破季线一定还有一波下去，好，尤其在破季线你会看到当天可能会血流成河，啊，为什么破季线会血流成河？因为只要季线一跌破正式收破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停损停利卖压，那个所谓法人的怎么样城市的停损卖压会蜂拥而出，哦，记住哦，你不要让指数破季线，指数破季线当天你小心血流成河，哦，你小心可能市场会哀鸿遍野，哦，那哀鸿遍野的绝对我相信也绝对不是新甲市的家族成员以及说新甲市的粉丝团好友们，因为该避开的我们都已经避开了，哦，那为什么说这个盘现阶段顶多盘最好的走势叫做盘，但是你不要说永远记住最好的走势，哦，如果盘那我就做多，我也讲了，哦，你要小心还是有可能会破季线，哦，为什么说这边还是有机会破季线？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很多的电子全职股怎样早就都已经领先破季线了，哦，台积电有没有破季线？联发科有没有破季线？我们到底要不要看看联电？很多电子全职股都已经领先破季线下去了，哦，所以说整个季线能不能守得住目前看起来的几率不是那么高，
哦，但是我就说有本事你用盘，你把这个空方的时间盘过去，算你厉害，我没意见，反正你时间过的，对不对？盘完时间过的，该做多我就做多，对。但是这危险期财报利空的危险期还没有过，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财报后续哦，接下来会很多财报的连环爆的利空来哦。这礼拜四月底是很多公司要开法说会，是是啊，哦，开完之后五月份更多哦。而且你会发觉哦，现在越来越多继大立光下修第二季，台积电下修第二季跟下修今年的营运展望，有没有？上礼拜台积电不是下修全年的营收展望的？对对。今天报章媒体杂志有没有跟你提到，有些 IC 设计搞不好第三季旺季也不旺了，库存调整的已经比预期慢，这是一个。第二个需求可能还没有上来，需求没上来，你旺季一定不旺。你库存调整完了，那又如何？你们后续的订单在哪边？那你说后续的订单为什么没有？这个我想从最近你看到那个什么经济部还是主技术所公布的，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外销订单，对，一到三月的外销订单你就心里有数嘛。那你说一二月已经过去了，三月份的外销订单好吗？三月份外销订单不好，四五月怎么出货？对不对？你除非你下个月五月份公布的四月份外销订单转正嘛。但是以目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预期第二季四月份还是双位数的年减，所以才会市场会担心第二季不好，甚至搞不好旺季，第三季旺季不旺，这个你要心里要有数。好，但是股票市场就是你现在还没看到很多的利空，什么时候利空会给你爆出来？一定是在相对低档区，所以我才讲嘛，等到利空连环爆的时候，利空连环爆的时候，市场才会恐慌害怕。但是当你利空连环爆，市场开始恐慌害怕的时候，你没胡啊，你没有那危机意识的人，你没有懂得说如何懂得在股票上该趋吉避凶的人，你到时候你已经满手股票套牢了，对，对不对？然后利空连环爆，你满手股票套牢，你看到利空，你股票大跌的时候，你在恐慌害怕，你到时候搞不好又怎么样？又跟去年十月底一样，利空出来。恐慌害怕，对，又含泪停损在最低，相对低档，对不对？你不觉得股票市场这是一直在重复吗？反复在重复一样的动作吗？高档都是利多，散户失去戒心，然后追在相对高档，爱到最高点，对不对？然后每次在低档都是利空，那股价跌了一大段，你看到利空，你怕的，你恐慌的，你停损出场，你受不了的，你股票抱着那么久，抱到最后看到利空出来，你受不了了，你撤心啊，你停损了，但是停损完过没几天，也许你不是卖到最低，对对对，但是你卖完没几天，你只要有跌不补，你回过一涨上去，你后悔了，就好像你最近在追很多股票一样，你过去这一两个月都追很多股票一样啊，你从电子追到重电，追到军工，今天追到碳权概念股都一样啊。你只要追的，你短线有赚不跑，你回挂都是套牢。好，我想其实语重心长了，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新角是我为了要做生意收会员，我真的可以像其他专家讲今天涨的股票就好了。我干嘛节目到现在花了快二十分钟跟你讲这些观念？我真的就是希望你能够懂得在股票上怎么趋吉避凶赚大钱了，不要每天拼股票，每天追股票，每天报喜不报忧。你是不会赚钱的，哦，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投顾界二十几年，我就二十几年前刚进投顾就听到人讲，哦，分析师就是要报喜不必报忧啊，对，好像是一个大原则，做生意啊，对啊，但是你报喜不必报忧，你真的有用吗？哦，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再来，你说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这边下来整理，这个我记得我上次礼拜要告诉你，我如果有机会送你关键报告，不来索取是你的损失，这是我故意把我的关键报截出来的地方，那这边的字我就不多讲。你看我的四月份关键报告告诉你什么？清明年假前若先拉回融资减，年假过后会有机会先反弹，反弹到什么时间点？四月中台积电法说会前后。我在三月底四月初清明年假前，清明年假前送给你的。好，我说所有你会发觉我在跟你谈的一些时间的转折。绝对不是你的什么费波南兹系数，也绝对不是你的波浪理论算得出来的东西，但是我都可以领先市场告诉你，对不对？清明节年假过后反弹，
反弹到什么时间点？四月中台积电法说会前哦。你今天回过来看这一波的高点在什么时间出现？最高点在4月14隔天收盘，以收盘价最高是在4月17、4月15、16是叫做周休日，你回过来看4月14、17就是这一波的最高点啊，4月14跟4月17不是4月中，不然是哪一天叫做4月中真的对，4月14跟4月17不是叫4月中，是哪一天叫做4月中。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跟投资者讲，我不是在炫耀我多准，你也不要把我当作神一样，当作在膜拜、哦、我一直在跟投资者讲，你要永远相信在股票市场有人可以给你预测未来，有人可以看得到未来，就好像你在下棋一样，你能够人家会下棋的人会领先人家好几步，算到未来可能要怎么走，对手可能会怎么走，你的应对都有的。同样到底在股票市场有人看得到未来，但是这种你我其实我常讲啊，拿一个软体指标能够告诉你吗？你真的拿一个软体指标给我看看吗？我马上跟他买的。这些专家你再贵我都跟你买。哪一个专家软体指标可以在三月底四月初告诉你四月中见高点？你拿给我看啊，哪个软体指标做得到嘛？对不对？我就像我之前在讲啊，哪个软体指标可以在八月份跟你预告会杀到第三季财报公布前哦？哪个软体指标做得到嘛？哪个软体指标可以在八月份画图给你看？画图给你看，你事后看我跟你讲的对不对？对，整个台股的落底的时间点，之后涨上去的时间点，这边这个点是不是在第三季财报公布是涨到年线？你说哪个软体指标做得到？可以预测到这，可以跟你预告未来？你拿给我看嘛。好，那这一波竟然到目前为止都对了。你看整个大方向哦，你说短线我讲过不是神百分之百，跟你讲说一定明天会涨会跌，我没那么神。但是你看从之前跟你讲的。哦，你再看一次哦，之前跟你讲的第三季财报利空出尽，第三季财报就是十月底，跟你讲这边就是底部3000点行情，有没有对？对的哈、哦，二月中之后告诉你，二月初就告诉你整理，虽然指数还有再创新高，我就还有高，还有高，但还是在连线上下震荡，好、哦，之后然后跟你讲四月中见高点下来。反弹到四月中 看到高点下来，至少今年到现在为止，或者说你从去年到去年第四季到现在为止，都这过去这半年多来行情都跟我事先跟你预告规划的都一样、哦、那我就告诉你现在没有改变、哦、也就是我跟你讲的财报的利空危险期还没过，信不信由你，相信我的人我相信你最近过去这半年趋吉避凶你赚得到钱，你怀疑我跟你讲任何一句话的人，你说真的会这样吗？真的会这样吗？真的像信奇老师你预测规划一样吗？事后你证明的时候你后悔你没有相信我跟你讲的话。好，那你看我说后悔的很多的股票也是一样，三月份我不讲，大家那时候三月份不是在流行什么聊天机器人吗？ 对不对、哦、那时候我就预告了破季线会不会先跌到季线再说，我已经看到创意要跌到季线了，你那时候还看不到，那事后我讲对不对？虽然我讲完还有稍微给你稍微创新高、可是有没有跌到季线？你现在回过来看这两天创意有没有看到季线？谁可以在3月21号一个月前告诉你会跌到季线？谁可以告诉你这句话？软体指标哪个做得到？你看哪一个软体指标可以一个月前告诉你，你拿来给我看嘛。好，那现在今天我想跟你谈创意，现在大家都告诉你1000块是它的关键价、对不对？只要锁稳1000块、IC 设计没事、那但是你要看到这两天已经来到季线了、哦，不要让它破季线，我有些话点到这边就好，破季线会不会跟着台积电联电联发科一样准备下去？不要让它破季线、哦、创意我善意点到你，不要让它破季线、哦、你手上有的你来自己来找我、哦、智源你看很多股票创新高下来今天已经打到半年线了、你看它来到季线这边有没有反弹？有没有稍微撑一下？有啦、所以我说你不要大盘这天碰到季线反弹很开心，以为回撤季线有手要上去了，不要说以为创意这边季线就一定守得住哦、你看碰到季线反弹现在已经跌到半年线了，对、已经下从210几跌到今天170几，一张40几块不见了，一张差4万，你5张差20万，你10张差40万，你100张差多少钱啊、联电我记得上礼拜之前我们在谈台积电的时候我们讲嘛，连台积电
最好的晶圆代工先进都已经在下修猜测了，是，你觉得世界先进联电地基电会好吗？对不对？你看我讲完，你看联电记得一个多礼拜前不是还有专家那个法人在调升联电的投资平等目标价吗？很多人看他调升完要怎么下去，你看这里破季线了，你看很多电子全指股的破季线下去了，你去看看世界先进今天涨还跌，台积电都下修的，你觉得世界先进跟联电会很好吗？我觉得这个基本道理大家都懂吗？第一名的资优生都告诉你我不好，我没有那么好的，你还期待第二名第三名或第四名第五名会好吗？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不用多讲嘛，你自己家心里有数哦。这才刚破季线哦，台半，你看之前创新高，大家好，你看之前在这边高档做头的时候，法人买的多不多？有没有很多人告诉你？你看法人在买，法人在买，那时候很热。他买到怎么？你看昨天上礼拜我破季线，今天要下去了，从115跌到今天93了，一张差22块，一张差22000，你10张差220000，你50张差110万，对不对？你100张差现在差220万，可是你会发觉现在哪个专家会跟你谈这些股票？没有啊，对不对？大家都安静。对，现在会之前在叫你追这些股票的人，今天一定跟你谈碳权啊，两个礼拜前一定跟你讲重电跟什么军工啊。所以我说很多股票你会追高套牢，都是其他的那些同业专家报上面的杂志害你的，害你每次都追到最高点。我说过了，那伍思凯已经那个你也不用那么爱当他粉丝嘛，老是爱到最高点啊。好，那你说这个下来，我在上礼拜讲过，那你就不要让他跌到半年线或年线。我说你真的看好台半，我没有意见啊，也许可以看好啊。你要买110几买还是80几买？我相信回过来一定要80几买。80几涨到110几涨40%。你买在110几的等解套，一个是赚40%-50%，一个等解套。这不是股票市场，人家说所谓的财富的重分配就在这边吗？对不对？同心电，你看破底，我说破底量出来。短线你就不要看它太空，随时会反弹。今天你会发觉它的跌幅就比较有限了。利基电这个刚也讲过的，所以我看你看很多股票都下来的，包含在金居。所以如果你梁伟等等都是，我也讲的，如果你有很多电子股的问题，你现在持股问题的，那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你一一解释。你有任何问题，我欢迎来找我。你只要有持股问题，你来找我。好，那回过来谈到你说重电的一个部分，这也是在这波相对高档告诉你。上礼拜跌到这边，我告诉你，这里会有机会反弹，这里有机会反弹，甚至包含在整个华城，我也跟你讲过了。那汉翔是今天相对比较强的军工股，我也讲的，碰到这边回撤支撑，有没有？上礼拜讲回撤支撑会有机会反弹，那你说看到今天的汉翔收一根中长红上去，好像看起来是不管有没有再创新高，我还是跟你讲一句话，你回过来看看这些军工类股的部分。会不会是类似在这边的联发科？杀下来回撤到月线上去创，就算有算算创新高。但是这创新高会不会是最后的你的最后的波段卖点？会不会是这一波你最后卖点？就像你刚刚看到的很多的电子股，你说，哎，汉翔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那个外资买的蛮多，逢低捡的多便宜。我就回过来还是跟你讲，台半在这边之前这里，在这个最后这里，在最后的这里。或这里跟这里法人买的多不多？法人如果在这边没有买是大卖的话，你怎么会在这边去追高套牢？对不对？那你法人买了这么多，所以我跟你讲，你这边下来的，我如果你问我中电或军工哦，要么不是现在在走这一段，要么可能就是在走这一段，那就代表说他不管这波的上来有没有在创新高，你可能都是这一波的最后的卖点。那如果说不管是走这一段或走这一段，我想时间是刚好在五月份走完。对，如果你时间算嘛，对，是可能这边的反弹上就是现在四月底嘛。那四月底之后怎样？如果你这边四月底这边再反弹上来，不管有没有再创新高，是刚好五月份。那为什么这边的军工股大家抱以希望？因为大家都告诉你，五月份下个月有美国最大的什么，有史以来最大的军火集团要来台湾的嘛。那会不会来的时候？你觉得是到时候利多军工股利多再大再飙涨一波呢，还是最后的利多出尽？因为美国的军火商
要来打给全市场都知道，尤其最近对我不知道的都被报道，我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对啊，我不知道的都报道都已经都知道了啊。对，大家每天都告诉你哦，军火商要来的，军火商要来的，对，是，对，军工股会不会有带来多大生意？那我不管到时候有没有生意，记住我跟你讲，会不会是最后利多出尽？好，所以这些股票刚才讲的我已经讲完之后啊，那回过来，有些股票你该注意了，这礼拜，嗯，啊，这礼拜上礼拜就看完，这礼拜公布财报。哦、那这礼拜公布财报我一定带你买，还有这档股票最近下来，你看我说每次都是回到季线上下你再买，是接近季线的，那是代表这档股票的买点即将浮现。你认同信角色一个操作理念的人，或者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我都欢迎你可以跟着信角色脚步一起来操作，所以祝好祝大家操作顺利。好的，非常谢谢信杰分析师哦，真的老师特别提醒大家的操作要更加的审慎小心，因为现在真的是不容易了。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会，拜拜。